但我可以踢这个滑冰鞋，看吧看吧，可以啊，好杀！这个中单的 TT， 会死会死，辅助没闪 ，nice。那下路要被越了呀，他肯定打完红三级越下路了。我中路猛推线，他要越的话我就踢下路。nice 了，哦，我这样用了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他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应该想要治疗吧，应该是。按错了是吧？AD 没闪。又一场大清理。死在我手里是自由的。我不打了，好了。对，干个月了。哎，来，踢不了了，来，看，跟着看我。哦呦 ，nice！ 他们三个都死了，好杀！三个没闪，三个没闪，牛逼！哇、哦，舒服了，师傅，我操，继续转。你要看吗？你要看吗？那个，哇，为什么在我脸上？哎 ，nice nice， 可以打可以打，乐福兰，两三个没闪，三个没闪 ，AD 没闪 ，AD 没闪，看 AD， 可以，哎，练到练到练到，可以打可以打 ，A 一下 A 一下，可以可以可以 ，nice nice nice， 我中路的线，好气泡，我毙了我毙了我毙了，好的位置，妈的被青安搞了，我必须得给他搞回来，不然我难受，我操，nice， 我再往下看，死完，撞在那，还一零六，感觉啊，没什么机会，嗯，感觉可能要来找你了，你，可以看你，可以看你，可以看，看吧，看吧，可以看，可以看，可以看，哎，练到了，练到了，先看你们两个，先看两个，我可以看 AD， 可以撤，可以撤，可以看 AD 吗？可以看 AD 啊。我可以扛，我可以扛 ，OK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到，他们打野没大，然后上路没闪。nice nice nice， 这边有个中单，中野中野中野都在，中野都在。nice nice nice， 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位没大的，位没大的，没大是吧？那我再清。位没大，下路有果子，但是位满血，位满血在侧面，位满血在。没事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。来呗。我没大的。没事。杀呗。魏下去了，魏刚没事，都会死，都会死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魏刚到下河蟹啊！魏刚到下河蟹。但是魏在我们家 F6， 没有。魏在我们家 F 六。我这边有眼的，应该我可以看到。但我可以踢这个滑冰鞋。看吧，看吧，可以啊。好杀！这个中单的 TT， 会死会死，辅助没闪。nice nice。哇，我操！哎呦，我的，不是一想到对面中单是周周喵，我就来劲。周周喵，打野在这里。我练到了，练到了，打野在这里，我有踢，我踢后面，我踢后面了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卡面没大，卡面没大，可以刷卡米尔吗？可以看，我可以看，我可以看。哇日，我拉回来能上吗？可以，我觉得是可以。还可以慢慢看，还可以打，还可以打，看一下。还可以看。结束到了，能滑吗？那我得回了，我得回手上了。好杀！好炮！牛逼！帅！又炸一下！铁男有踢啊！他们想找你们打，他们想找你们打。铁男踢了，铁男踢中了。我应该没了，我应该没了，这样。位没闪，铁男也没闪了啊！这样子吗？魏哥铁蓝没闪，没事，你们直接带吧。他们没有资源，没有资源，没有龙的，无所谓的。上路兵线快到了，操 ！AD 没双招，气死！我这我都打断了，哎呦，气死了！上路兵线，兄弟们，我去上路接线了，我上路接线了，没闪他们。哎，魏在这里，魏没闪，我有七。我嘎了，我操！脸看草直接死了，伤害真高。扛得住吧？要打雷了。还没有带过人，换了个真眼。我买个无尽吧，搞个无尽去。他们这波可能想大龙逼团。他们要开，不要打大龙。
三打五呗，来三打五呗。有个大面没大，直接踢过来吧。铁男会关人啊，铁男会关人。大面没大，位没大。没拉肯。我操！不会死。没事吧？我会死。他没大，没技能，眼上你们能救吗？乌来可能会死，我帮你拉一下吧。我们可以啊，在那边。他没到。妖姬没踢。哎呦我操！来吧，硬开鞋子给他看中，看中单，看中单。被秒了。哦。好踹。魏还有大吗？哎，哦，被拖进去了。魏没用大，可以看一下我。我有大。新的一天，第二大。看这个魏，魏没大了。没有伤害了，魏没大。他一直捏着 Q， 我踩不了他。嗯。哇，他们这个阵容其实我是非常想滑他们，我操！但是滑上去你们保不了我。铁男应该会从后面来呀、啊，右下方。看他，没大的，没大的，没大的。铁男来了，铁男来了。好死了，死了，可以慢慢打。慢慢聊。已经拉铁男了，感觉。等我这边，等我这边。玩弄回来。来来，我拉他了。好了好了，打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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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关我了。保一下，保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没事没事，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。他那个异化是没技能的，可以打吗？也可以打。我回家能踢。嗯。我打不动。没事，就这样。野男没闪。踢了踢了踢了，太肉了，我的妈！我也踢了。OK OK。我他抓，看起来抓不到啊。对啊，他是不是感觉他技能比人远啊？看一下。补一血吧。应该有位的。我不介意。还能还能还能继续看吗？他们这波要看可以啊，我吃果实呗。我吃果实可以看。这边果子可以跳去。帮你照一下。哦。AD AD。慢慢打。位有大的，看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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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你们打位吧，我拖住位没闪，位没闪，应该是能杀。没闪。我操，这青钢也还能关大。我操。太难了。杀一个。我操。我操。没等到后退。妈，太多锁头了，我操。服了，发育太差了，我这把发育太差了。什么情况 ？Auto 有点紧张吗？第一次打现在吗？不是，是那波，就有一波那个，我您这里要回家出装备那一波，然后我上去锁到那个姿态，然后魏过来中路直接给我塔给越了，我中路亏了三多兵。开会吧，大家出现了，魏不在了，魏刚刚上了。走。喂，卡米尔跟着他，你赶紧被秒了，姿态太高了。要不中路看一波？哎，可以走一下啊，那就过不了墙。哎呦，还有大！我倒发！哼，没事，阵容确实差了很远，我们玩了30分钟很棒了，可惜你被对面给暴露了，不然我们前面还能再打，这俩前面已经优势很大了，下巴在打圈了，我那一波我想 W 上去练他。